Yuki， 你们催了很多次的初秋穿搭呢终于要来了，就是今天这一期卫衣的合集，那就是后面呢这一些卫衣。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就是是不是那么快就已经进入秋天，天气变凉了，但是天气呢可能还有点热，这些衣服可能还不太能穿得上。但是呢我真的是有点迫不及待，因为今天分享到的每一件卫衣我觉得真都非常的好看，然后又很平价很百搭的那一种。那我们现在呢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内容吧。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绿色的卫衣，我觉得绿色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元素，所以呢我觉得到秋冬的话也一定要买一件绿色的卫衣，就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是一个淡绿色的这种就是颜色，我觉得不是太挑人，如果说你到了秋冬你想尝试一下绿色的一些穿搭的话，不妨从卫衣开始，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因为卫衣的话是一个非常就简单的一个单品，就大家都可以穿嘛。那这件卫衣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一点的，我这样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吧，是这种宽松一点的这种版型，然后是这种短款的一个就是小卫衣，然后它的袖子呢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是这种宽宽松松的这种，然后它袖口这一块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你看这里有个扣子，这扣子做的还挺精致呢，摸着还挺舒服的。然后这个扣子呢其实是可以解开的，你们看有两个这样的暗扣是可以解开的，它解开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比较随意的这种大的一个袖子，就你们看两边这个袖子啊，这边呢是收紧的，然后这边呢是宽松的。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一边，我觉得收紧的话会更好看一点。那它胸前这一块呢还有一个这样的刺绣的字母，做的还挺精致的。整件衣服的话我觉得就质感什么还挺好的。之前我直播的时候我看到有小伙伴说就是卫衣会不会显得整个人很矮，我觉得不会，只要你挑对了款式的话就不会。你像这种就是比较短款一点的卫衣，我觉得对小个子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你下半身只要搭配一些高腰的裙子裤子都是 OK 的，浅色系的我觉得都是 OK 的，这件就非常好搭配，然后又不怎么挑人去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那第二件呢是这一件白色的卫衣，是这种比较宽松一点的，我这个买的是 M 码，然后有一点点宽松这样。因为这些卫衣呢其实我有考虑到它的一个搭配性和可穿性，就是我觉得到了冬天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内搭，所以我没有买说就是特别大的那一种，就是微宽松但不是那种 oversize 的一个感觉。它这件呢就是这样子纯白色，然后上面有一些图案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胶印的图案，然后上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像，我这样要拉远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是这样。然后袖子这一块呢也是比较好看的一个点，给你们看一只袖子吧，另外一只袖子也是长这样子的，就袖口这一块呢有这样的一个刺母，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和它胸前这个图案是一样的。整体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酷酷的感觉，然后有点就是那种男友风的一个就是卫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白色的话我觉得整个人也会显得就是比较干净一点，随便你搭配一个短裤啊或者那种运动裤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然后呢是这一件紫色的卫衣，这件呢就是比较大大的那一种，有点 oversize 的感觉。它这件呢也是比较长的那种卫衣，就长度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盖过我的屁股的，我是160的身高，然后这件的话我觉得就搭配上没有任何的一个难度，就是一个非常懒人的一件卫衣。就比如说你穿一件就是过膝的靴子啊，长靴子，或者说配一个中筒的话运动鞋直接就出门了，就非常简单。那这件颜色呢是这种就是香芋紫色，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衬肤色挺显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整体的话宽宽松松大大的这种也会比较的酷一点，有点街头风的一个感觉。前面呢是这种就是荧光绿的这种配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那后面呢是这个样子，后面也是一排字母，黑色字母，这个胶印的这一种，我觉得它这个胶印质量还挺好的，就是这样拉扯也不会坏什么的。整件衣服的话就是大大的宽松款，就是基本上可以做一个情侣装啊什么都是 OK 的。这件的话如果说到冬天我觉得搭配在那种大大的棉服里面也是很好看的，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秋天可以穿，到冬天它的一个搭配性也是可以的。那然后呢是这一件粉色的卫衣，粉色卫衣呢是长这样子的，也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款式。我觉得卫衣基本上我都选择比较宽松的，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修身的卫衣，我觉得会有点穿的会有点傻，就是不时髦的那种感觉。这个宽松款呢是这样的，前面呢有这种就是印花的一个感觉，也是这种胶印的一个印花，这个印花就是胶印我都摸上去我觉得质感还蛮好的，就手感也不错，然后呢是整体长这个样子的。那这件卫衣呢我觉得相对于前面那两件的话，这件就会比较的有少女感一点，就是比较娘的那种卫衣，因为它的颜色嘛也是粉粉的这种，就是这种深粉色，然后饱和度的话不会太高，所以它
它搭配上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可能性，你搭配一些比较娘一点的连衣裙套在里面，半人裙穿在外面都会很好看，比如说那种波点裙啊豹纹裙，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看。那这一件的话它也不是说过分的过于宽大，也是可以做秋冬的一个内搭，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对，给你们看一下后面呢，是这样的，后面就没什么特别，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图案，这个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穿的。然后呢是这两件卫衣，哇有点远不太好拿，是这两件卫衣，哇卫衣这样举的真的是有点累。就是这两件，一件是这个蓝色，一件是这个白色，因为我衣柜里面好像没有就是纯白色的卫衣，就这两件，这一件还有刚刚就是前面介绍的都是这次新买的，就是白色我觉得这次还蛮戳我的，先给你们看一下白色吧。它这一件呢是哆啦 A 梦的一个联名款，我觉得很可爱，有没有？前面呢是他们五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胶印的图案，然后呢就比较简单的一个款式，后面呢是这样，它是一个连帽的卫衣，就后面就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光版的一个。这件的话我觉得它的版型是比较常规那种，也是偏一点点宽松感的，但不是很宽松那种，你搭配在风衣里面啊，或者说工装外套牛仔外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不会说过于的宽大。那它袖口这一块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特点，给你们看一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就是哆啦 A 梦这样子的一个小图标，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还挺喜欢就琢磨这些就是小细节位置。然后它就是这里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细带吗，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细节，这个小细节我也看到了，我觉得做工非常好，就是你看都做了一个收线的处理，基本上这一块就不会破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卫衣它有这样子的可能这里就容易破什么，这个做工我觉得还蛮好的，蛮精致的。然后是这件蓝色的，这件蓝色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白色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感觉，那蓝色这一件呢我觉得就会比较的有一点酷酷的感觉在里面。下面呢我就会配一个稍微比较娘一点有一点学院风的一个白色的小短裙，我觉得搭配在一起还挺合适的，然后再配一个同色系的包包，就是会把酷酷的和有一点学生气然后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还不错。那这件中间的一个图案呢是这种就是一个哆啦 A 梦，也是这种 QQ 的，我真的是超级喜欢。然后后面它这个后面也没有图案，就是光版的这种。那这两件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穿，你搭配牛仔裤啊小短裙啊什么都可以，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看的，秋冬的话做内搭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以上呢就是这期卫衣分享的所有内容啦，是不是每一件呢都很好看呢？有哪一件呢是比较戳你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留言分享看看哦。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一定要记得按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呀，我们下期视频见吧，拜拜。